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他问我板房在哪里。还有呢？没了。谈那么久。哦，没事了。你没什么吧？哦，没事，可能是我做那个计划做的呢，没学好，头晕呢。那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啊？不用，还有很多事呢。莉莉啊，还给我买份三明治，我看我没时间去吃午饭了。哦，哎呦，胃痛啊！麻烦你再帮我买点胃药。哦，是了，马上去啊。万小姐，公司有胃药，你要不要啊？那些药不管用呢，我啊工作忙成这样，吃无定时，胃很伤呢。哎，你掉东西了。啊，是啊。哦，我帮你捡。谢谢啊。这些是、啊、这些就是降血压的药了，可能我最近工作忙得精神紧张，医生说我的血压不断的上升哦。血压高这种病可大可小，医生已经让我进医院了，但是我这么忙他们又没用，帮不上忙，我哪放得下呀。主持你记着身体重要。F 你放心吧，只要公司存在一天，我一定不会让自己垮的。我进去打个电话给美国客户了，保重啊。真是难得，你别信他。哎呦，万贵妃是装蒜啊。可不是嘛，昨天他还精神抖擞，老虎都能打死几只，他还唱卡拉 OK 呢。吃三明治想减肥呀。说有胃病啊，还说有血压高，上班以来我们都没听过。哎，脸皮真是厚，大家都知道他在装蒜了，这也做得出来，真是千万别信。是啊，你们说够了没有？那你真的信他？万贵妃，他为公司鞠躬尽瘁，现在熬得浑身是病，他都不出声，你们居然污蔑他。哎呀，不是这样啊。是啊，你不要再说了，别说不是这样了。总之以后你们别让我再听见你们背后再说他。还有啊，这里是公司，我是你们的上司，以后不要在公司叫我 Hugh。 我没叫啊，你叫而已啊。自讨没趣，很熟吗？喂，不要走啊，别走啊，等等我。哎呀，你常常自己乱跑，下次别这样，知不知道？会吓死我的。司机啊，麻烦你快点开车。小姐，就你一个客人，怎么开车啊？我包车，快点开。喂喂喂，错啊！啊！喂，世子善，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什么时候跟着你了？喂，小姐，你放开我！还不承认？喂，刚才下班你跟着我坐小巴，我已经摆脱你了，你怎么会跟到我这里来？我哪有跟踪你啊？是正好吗？我现在觉得你跟踪我才对啊。说是不是有企图啊？是不是想勒索我？我报警啊。那你报警好了，我不信我回家也会让警察抓。你回家？你住在这里？不行啊。哪层啊？八楼。你说谎。哼，一说就揭穿了。八楼 A 座姓金， B 座姓石，你怎么会住在八楼呢？你究竟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变态的？你才变态，你放开我。敏轩，阿山，你们干什么？救命啊！你认识他？哎呀，他是狮子山吗？住在我们家里。真的？是啊。喂，你干什么掐着他？哎呀，别神经病啊你！阿山，你怎么样？习惯吗？我觉得大家的座位挤了一点。我不是问你在这里吃饭习不习惯啊，我是问你呢那份新工作习惯吗？哦，说的呢，对我来说呢就不太习惯，不过我想慢慢可以适应吧。这家人公司也做不下去，那你真的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了。可不是啊，你已经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随便吩咐万贵妃啊和红白兰工作就行了。如果叫我坐你那个位子啊，简直是绰绰有余啊。重点呢就是这里，如果你也能做得到呢，那何必找我呢？我觉得有点大材小用啊。还有啊，整个部门加起来就那么十个八个人，要以规模这么小的公司来说呢，的确很难会有大作为的。但是小公司也好啊，有挑战性嘛，对不对？哎，有一个好的将军呢，也要有好的兵才行啊。整个部门权属上呢，只有万贵妃一个人像点一样，
但是很可惜，他已经忙得疲惫不堪了。比如说那个红白蓝那说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他从早到晚的在公司里就会走来走去啊。喂喂喂，那他们三个呢，也帮得上忙吧？哈，阿月呢，你二哥啊，他整天在公司里不断的打电话啊，他老婆呢就经常在公司这样伸着手在涂指甲油啊，有时候我还看见他躲在桌子底下。那我觉得呢，就是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呢。哎喂，我跟客户通电话呢。我呢是把事情做完了才涂指甲的，而且在桌上涂，不会躲在桌子底下涂。是吗？不过不管怎么样，子姑，我觉得你也是时候要教训一下他们了，要不然的话我怕已经太晚了。啊，还有啊，你知不知道最不像话的是刘瑾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每次上完厕所整间公司真的很臭啊。哦，你拉出来的是香的，我肚子痛不舒服也上班，应该拿嘉许状啊，对不对？不可能这么臭嘛。哎，算了算了，他们虽然呢是懒散了一点，但是鞭策一下就没事了，你别让刘瑾上厕所就行了吗？啊，我也说真的啊，我也想跟大家说清楚，我为人呢是很公道的，公司呢是很分明的，就是我不会说的因为认识你们会特别的啊眷顾你们或者是包庇你们啊。那我觉得，而且我也不会像万贵妃那么笨，你看她卖力呢就是用心用力啊，这么为公司啊弄得自己五劳七伤，我觉得我不会这样咯。哦啊，哎呀，我们知道了，他们会改善了，他们会改善的。哎，希望如此。来来，吃饭吃饭。我不吃了，我真的没什么胃口，你慢慢吃吧。我，你有没有搞错？没有我们才能找到工作，简直恩将仇报！哎呀，别这么大声啊！可不是嘛，那个万贵妃演的戏那么差，她也信，真是白痴！哎哎哎，你演的好的话，不如你去骗她。哈，你真是……哎，那别这么生气啊，小心生个孩子暴躁啊！哎，这回真是自讨苦吃啊！不知道哪个小子想出这么个主意，介绍他去家人公司工作的。是你呀、啊？不是这一份，要变批公司的只有这一份跟刚才那一份啊，还有一份。来，我帮你找，我帮你找。啊，你帮我找啊。好啊。啊，拿文件嘛，不用走出来吧？可不是嘛，打个电话叫人拿就行了。喂，看他呢，又不像特地出来骂人的，更不像诚心出来找东西。他出来干什么呢？大家好。啊，早。Good morning, everyone。吃早餐没有啊？我买了份腌三文鱼三明治，很新鲜的。谢谢你，我不大爱吃三文鱼。我刚刚在楼下咖啡烧买的。我真的不大爱吃三文鱼。这样，鸭胸何博士，鸭胸。鸭胸我也不大爱吃。啊，其实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鹅肝。鹅肝？是啊。拍错马屁。人家没那么低级嘛。鹅肝啊，最近呢，香岛酒店有个鹅肝美食节，你有没有尝过？啊，我是去了。不过那些鹅肝呢还可以吧，其实呢最好的鹅肝呢就应该是法国 Paris 那间 La Rome， 他们的鹅肝呢是堪称世界第一的。哦，我下次去 Paris 尝尝。喂，好，你记得到了那里呢就找那里的负责人The Courts， 他呢是我的好朋友，你跟他说香港的埃芬师介绍你来的，那他呢就会给你最好的红酒还有鹅肝了。这个让人糗了一顿。没这么大头，别戴这么大帽子。这个就叫做小巫见大巫。不过呢，我还记得上次呢，我在那儿吃早餐，我呢喝了点餐酒，跟着呢有点微醺的就去开飞机。虽然呢有点危险，但是那种感觉真的很 perfect。哇，你会开飞机啊？哦，是小型飞机，因为在外国呢比较容易考到驾照。好厉害的啦！谢谢你啊，啊，万小姐啊。哎 ，AMB 公司那位史先生呢？约好了，你说一会儿呢10点见。I know 了。哦，哎，你有空吗？一起去啊。AMB 呢是我们的大客户，去喝杯东西啊。Why not？ 那我去先拿文件。OK。早。是。我让他回复你好吗？好，不客气。I'm ready. Let's go. 哎，是谁写的？啊，好像是 Hill 写下来的。他写的什么？什么呀 ？His cell bed P and Q Mr. Wang。和平细胞床 P and Q Mr. Wang 写什么？写什么呀？喂，但是我明明听见他说让他一会儿回复你吧。
这样说的。啊，那会不会是 Please call back P and Q Mr. Wang 啊？哎呀，是啊，每个字都拼错啊。哇，有没有念过书啊？这俩，啥行不行啊？凑合吧，款式呢就了一点。不过对一般人来说呢，差不多了，而且女生开。我不是这款式的那种人嘛，车是用来代步的，能动就行了。那倒是，不过说真的，保养的挺好的，买了几年了？一年多两年左右吧。哎，那不刚好是前两年做推销大减价的时候买的？哇，值啊，便宜20%-30%。是吧？我不知道啊，那时候我想买车，看上辆挺好就买喽。对了，好不好开？好开，挺稳的。不过起步呢可能会慢了一点。起步？我又不是那些一级方程式赛车手，起什么步啊？哎，不过我真的玩过一级方程式啊，可刺激了。哇，你这么厉害呀、啊！哇，我想见识一下一级方程式车手的技术啊，你来看吧。好。可以吧？哎，怎么了？隐形眼镜掉了。啊，那你找找吧。嗯。喂，喂，喂喂喂，我怕咬你，别这样，喂喂。对不起啊。不要紧，我对不起才对，害你撞车。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你拿文件去见史先生吧，我在这里等拖车。怎么样，生蚝跟冻螃蟹好不好吃啊？如果不好吃的就说啊，我可以打电话跟他说一声的。对，难得你请吃饭，你看我们吃的多高兴。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生蚝啊。是啊，臭小子，从来没见过生蚝这么大、这么多肉。是啊，哎，不过有时候呢，生蚝好不好吃呢，不是看它大不大，比如法国的生蚝吧，有些呢越小越好吃啊。是吗？是啊。喂，哎，你别吃这么快啊，等饭煮好再吃，已经煮了。哎呀，姑姑啊，生蚝冻螃蟹是配白酒，不是配白饭呐、啊！你不要破坏了气氛啊！那不吃饭怎么行啊？照我说啊，应该穿上晚礼服吃才对。那倒不用那么夸张，不过呢，你们得尝尝这个白酒啊，2000多块，那么还可以吧？哇，2000多块一箱，很值啊！啊，2000多块钱一箱怎么喝？2000多块一瓶，不过呢，还算过得去吧？哇，哇，哇，哇！你喝了，真的很好喝啊！你们一个个有没有顾及我的感受啊？哎呀，你怀孕了，不能喝这些东西吗？等你生完孩子之后，我再带你去吃喽啊！哎，这可是好东西啊，你吃了还不是要吐？你想吃是吗？来来来，那拿一只啊，放在床底下，到时候你生完之后再拿出来吃啊！哎呀，要算了，马上吃！喂，你别吃了，不要啊！哎呀，是不是啊？这孩子怎么说也不听。那，玉露她就是要吃白饭。真是不好意思，那我以后多赚点钱的时候再请大家吃都能吃的东西吧。不关你事，玉露最近能吃的都是些便宜东西。其实吃什么没关系，最重要是有心嘛。啊，阿善呐，我看见你工作做得这么开心，我就放心了。其实呢，我现在坐下去呢，也习惯了。慈姑，那我看他们一个个呢，就好像有一点勤快了。不过始终小公司就是小公司，客人的水平很参差，怎么说也不明白啊。哦，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高级啊，黑玉少爷。喂，不要说了，快点吃吧，我再要一只蚝。不过我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如果来点音乐垫底的，那可真是啊。啊，我帮你放莫扎特。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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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谁呀？该来了。哎，麻烦你帮我开门吧。啊，是谁来了？是谁啊？鱼。哇。这样呢就叫有感觉了。嗯，切，干杯，干杯，干杯，我去盛白饭。谢谢谢谢。两位这边请。给我一杯橙汁。好。哎，两杯。好的。哎，老弟，我真佩服你有眼光，你请的伙计啊全都能帮你忙。其实要说到请伙计，大家心比心，只要你对他好，他工作的时候就一定会努力工作的。你心情那个艾芬的真的很能干呢、啊、又聪明又帅，如果我是女生一定让她迷晕了。是吗？
不过我觉得呢，他还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帅和能干。那我决定了啊，明年我们公司的生意呢，全就给你加入公司做。哎，谢谢谢谢谢谢。不过我有个条件呢，一定要艾文来跟我谈生意。我特别要求，莫非阁下对他有意？哎，别说的这么难听。哈哈，没问题没问题，总之能做生意什么都行，谢谢了。对不起啊，哎，有没有撞着你啊？啊，你怎么样啊？咦，这合约价码有没有打错？哦，没有，资料一向都是这样的。是谁叫你打的？万贵妃啊？啊，不是，是施先生啊。莉莉啊。哎，是啊，怎么样？不知道 AMB 公司那份合约准备好了没有？是，我准备好了。是吗？哎，我看看啊。你看这合约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你的字体用得很好。啊，对了，约了史先生没有？啊，这合约真的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你用这么好的材料收这么一个价钱啊，不行吗？那公司会亏大本的。你不明白，要说做生意呢，品质是最重要的，这样才可以留住客人嘛。但是这样你不问过王先生？米诗瑶，你现在呢是不是想拿王先生来压我？哦，王先生。哎，什么事啊？是是，王先生你来正好。是这样的，米诗瑶呢，他呢质疑我跟 AMB 公司呢谈的那笔生意。米夏，那笔生意呢，我已经交给了艾芬来全权负责，没有问题了。因为刚才史先生呢亲自跟我说，说艾芬聪明，还说以后把所有的生意都交给我们家人公司做。是吗？是啊。王先生，您不看过 AMB 的合约？喂，那我们要亏大本的。艾芬，你知不知道用这种材料不止成本贵，最重要的是要把机器全换了。王先生，其实你要明白，小财不出，大财是不会入的。而且史先生已经答应了，明年把所有的生意都交给我们家人公司做，慢慢就赚回来了吗？我亏一百多万，你说小财？其实做生意来说呢，一百多万真的是小数目。小数目你给我。王先生，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的公司呢，开张这么多年还像豆腐干那么小。其实，有点大志好不好？你说什么？啊？你总是这样勒着勒着呢，永远只能赚那些鸡毛蒜皮的小数目。再这么下去，我在这里工作也没什么意思。喂，你给我听好，我给你4万块工资，是要你给我赚钱，不是让你给我亏本。4万？不是20万吗？你们有没有搞错？给我介绍这样的工作，简直浪费我时间。高级经理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要是有我也去做。这公司小呢，我无所谓。但是他给我4万块钱工资，简直就是侮辱我！我以前在旧公司是当总经理的吗？我收20万一个月啊！哎呀，阿山，今时不同往日啊，这工作很好啊，很多人想找也找不到啊。慈姑，我常常说不要拿我跟别人比嘛。总之，在这间公司，我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啊，你还那么多话说？你呀，写一张字条啊，没有一个字写的对呀。Please call back， 不是 please sell bad。啊，真的？那真是匪夷所思。那这有什么问题啊？像这种小事，一向就是我秘书替我做的吗？我是负责接大生意，还有做大事的吗？那现在哪有大生意让你做嘛？难道什么都不做？哎呀，阿山，你要面对现实啊。不是、啊，张哪位？做水晶的，石子山先生在不在？哎，我是，拿进来，谢谢。哦，哎，老哥啊，你刚才说这盒是什么？水晶吗？哎，签个字啊。好，水晶、啊。他买水晶干什么？哇，17000呀！哇，阿山，你为什么买这么贵的东西啊？啊，这次便宜了，我看他大减价，便宜1万块我才买的。喂，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啊？你说你的钱全让你叔叔骗了？刷卡了。啊，你说信用卡全让银行给停了？这张卡是啊，哎，那张卡是我给他的啊。哇，喂，阿山呐、啊，我给你卡不是让你乱买东西啊，你买这个水晶干什么？当摆设了。哎，没用啊，买一点实用的东西好不好？慈公，我们才是亲属，我们连附属卡也没有。哼，不用说了，上次请我们吃生蚝啊，也是刷这张卡，对不对？是啊，那有什么问题啊？我又不是偷，又不是抢，而且我也要付钱呢。啊，婆婆，你好像说她给家用哦。啊，才不是呢，其实是大嫂给她零用钱才对。老妈，嘿，现在不是说我，坐下。嗯，阿善呢？今时今日你什么都没了，
你别这样好不好？这么挥霍无度，能有多少钱让你挥霍？有份好工作又不懂得珍惜，现在很难找到工作的，将来要饭也没人可怜你呀。子姑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要饭的。既然他们现在全都看不起我，我留下来也没意思，我现在走了。啊，阿山。啊，对了，哎，先别走，这是慈姑给的钱，你把它放下。哎，阿山，哎，老妈，别追他了，你追他干什么呀？哎呀，不管他，他就得要饭了。有你在，他怎么会去要饭呢？可不是吗？没饭吃你就喂他，没衣服穿你就给他，没工作你也帮他找。再这么下去的话，他始终是一事无成，那他就是依靠着人类的一堆垃圾而已。那谁是罪魁祸首？他就是你。再替我买胃药去啊！啊，是啊，李姐。万小姐，公司也有胃药，你要不要？哎，公司那种不管用啊，我们这些呢，我们……他想减肥呀、啊。从来没听他说有胃病，还说有血压高呢。范心啊，范心啊，范心。我还是觉得差了一点点情调，如果要有音乐垫底那就好了。哦，我给你开闸，开闸。八楼，你说过，一说就揭穿了。八楼 A 座姓金，B 座姓 A。